like 咁啊，同埋多啲留言啦。咁啊，先讲香港嘅经济 like 咁啊，同埋多啲留言啦。咁啊，先讲香港嘅 like 咁啊，同埋多啲留言啦。咁啊，先讲香港嘅经济状况。话说英国嘅金融时报就报道啦，去到今年六月底，咁啊，汇丰银行喺香港咁啊嘅商业房地产贷款，咁啊即系借俾地产商嘅贷款违约急增至32亿美元。咁啊，较半年之前，即系较52岁嘅中洋，咁啊，睇下有冇个样俾大家及下先。阿中洋52岁，咁啊，中女中洋，